师傅让我在这里练级，但想怪这么多，打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哎，怎么爆出一本菊花宝典？越练此功，必先自宫，要不要练？菊花宝典果然名不虚传，虽然变成了女孩子，但战斗力大涨，拥有游戏里最快的攻速，什么 BOSS 都能轻松解决，哈哈，还爆出了几百个传说英雄，爽到嗝屁！轰天骑士团连续登入就送4000抽。